22号呢是雅加达建市494周年的纪念日，在雅加达草埔唐人街的数家百年老店也一同见证了雅加达的发展历程。在这个值得庆祝的日子里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近距离的感受草埔唐人街百年老店的风采。今天我们来到了雅加达西区的唐人街草埔，这里有一座非常有标志性的建筑。几百年见证了唐人街的风风雨雨，就是这家吉泉茶社。这家名为吉泉的茶社位于雅加达西区草埔唐人街入口处三角地带，为两层骑楼式的建筑，三面临街。招牌正下方骑楼过道处，一张长木桌上整齐地摆放着8个大茶壶和数十个搪瓷小茶杯。这是延续荷兰统治时期保留下来的百年免费奉茶传统。该建筑曾作为雅加达远近闻名的中华药房近30年，上世纪60年代开始荒废，直到2015年，一位华人老板响应了印尼政府旧城振兴计划，重新整修，赋予了这个百年建筑新的生命。据吉泉茶社的品牌营销顾问 Sarah 表示，现在他们仍保留来自16世纪免费为人奉茶的老传统。Di tahun 1600 pada setelah masa Batavi, pada saat masa Batavia itu ada namanya Kapitan Janji dan istrinya pada saat itu, dan pada saat itu mereka memang mempunyai tradisi patekoan. Patekoan itu sebenarnya pa itu adalah 8, tekoan itu adalah teko, jadi 8 teko yang memang khusus disediakan di sini untuk ada jika ada orang singgah itu bisa mereka bisa minum kayak gitu.Dari tahun 1600 dan akhirnya kami lanjutkan tradisinya itu dari Kapitan Janji dari Kaido di Pak.茶社内有许多来自中国各地的茶叶，精雕细琢的中式木门窗格，悬挂的大红灯笼，功夫茶桌茶具，还有墙上的雅加达历史老照片，仿佛带领我们进入了时光隧道。就像茶社创立者所希望的那样，希望人们在这里能感受并学习最真实的历史文化传承，同时能感受到最正宗的中国传统习俗和饮食习惯。同样坐落在雅加达草埔唐人街，这间名为张长盛的失落商号，从1907年开业至今，已经有114年的历史，现在已传承至第4代。这家超市因售卖货品齐全的中国粮油食品和土特产而闻名。店内一直以来坚信诚信经营、价格公道为守则，生意蒸蒸日上。特别是中国传统佳节时，会吸引许多华人前来购买中国年货。这家老字号在雅加达经久不衰，也见证了雅加达城市的发展与变化。雅加达在庆祝建市494周年之际，虽然因疫情不能像往年一样热闹的庆祝，但许多人仍能感受并见证雅加达近几年的飞速发展与变化。美读新闻，廖碧玲、Firman Adriana 采访报道。